拜拜。你我在网上看的武侠小说，小说描写了男女的情节，男女性欲情，就我在我走马看花，翻过也会功德有漏嘛，这种啊，100%有漏。哦，走马看花你看了呀，你不能看的。哦，听得懂吗？懂不哦，你就像看狮子王电影一样的。啊，一个母狮子和一个雄狮子两个人，哎呀，突然之间有情了啊！两个狮子怎么样？你说你会有兴趣不啦？你说明你还是人呢，明白了吗？嗯。啊，我这种也不能看啊，小说也不能哦、啊。不能看的。不能看。啊，电视呢？好像那种连续电视也不能啊。不能看。